像最近的速度亲好朋友早安快乐，这段时间是咱昨天必胜宫连续提供的节目，在收音机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的播出。有需要服务，免客气，昨天必胜宫的服务电话5916045，我关切一道亲的咱给空我感恩，给头的信歌呢，咱来安排吼。这段非常好听的佛曲《观世音菩萨》。观世音菩萨妙难求，这段呢真好听哦，听起来很棒啊呢。庄严泪解袖，三十二音偏成唱，百千万劫化阎浮，品中甘露常失丧，手内杨柳不及秋，千处祈求千处现，苦海常作渡人舟。观音菩萨妙难酬，清净庄严泪解袖，三十二音偏成唱，百千万劫化阎浮，品中甘露常失丧，手内杨柳不及秋，千处祈求千处现，苦海常作渡人舟。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阿弥陀如来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势至菩萨，南无清净大海中菩萨，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阿弥陀如来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势至菩萨，南无清净大海中菩萨。咱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内底其中的一段非常好听啊！吼啊，咱讲不是井无水啦，吼，还是咱悟了无够深，不是心功来了伤慢呐，而是咱放弃的太早啦，吼，咱放弃了伤早，得到一项物件需要智慧。
放弃这项物件需要勇气。咱想要改变命运，都要先改变观念。这是很正确的哈、哦、想法，非常的正确了哈、哦。你选择啥，付出啥，你就会得到啥。啊，关于人生的六个道理了哈、哦。啊，咱选择成就了咱，那么呢，咱呢还选择塑造了我们的人生。也就是咧讲，咱呢每一个选择。拢是伫咧创造属于咱家己嘅人生啦吼。虽然呢，啊，咱无多预测最后嘅结果，但是一个当下嘅选择，拢伫咧决定咱嘅未来。所以咱忙吼，很轻易的吼去决定一件事，不是我们所处的环境，而是我们所做的决定，就注定了咱嘅命运。所以咱讲吼，在这个节目当中啦，咱跟咱的孙兄师姐啦吼，共同啦吼，啊来讲这个趣事，过来就是讲每一个家庭啦吼，啊为什么会残缺不全？啊是讲吼，在这个国家社会，咱的真济吼，啊咱讲栽培啦吼，啊咱在这个政府来栽培也好，咱的每一个家庭来栽培囡仔。为什么读册读到足悬的时阵哦，伊煞咧产生着这个啥，产生着吼压力，过来呢吼，家己呢成了一个吼忧郁而没办法走出这个忧郁大门的人，大有人在的吼。为什么吼咱讲读册读到遐尼啊熬，一定变成一个忧郁症的患者？哦，啊，一个人这么优秀呢吼，为什么呢？我那成为一个忧郁症的？吼、哦，咱讲无法度去甲救的，一个吼，互、哦、咱感觉遗憾的人。所以咱常咧讲，咱所做的决定都会注定咱的命运。人呢，快乐嘛是一种选择，痛苦嘛是一种选择。啊，所以咱讲，咱即马是要痛苦，还是要快乐？读册毋是过头有压力，咱对读册都会较熬。压力要自己去。去吼调节，然后过来就是讲吼，你压力呢已经来啊，那你要怎家己去调节这个压力，和咱家己有淡薄啊疏解空间，然后这是足重要的。所以讲，你是要过快乐，还是要过痛苦？快乐嘛一种选择，痛苦嘛一种选择。无论是啥物代志，你拢会当选择快快乐乐去做，嘛会当选择痛苦去做。换句话讲，然后快乐是一种选择，痛苦也是一种选择。大部分的人常常以为不选择就代表没做出任何选择，事实上呢，不做选择也是选择的一种，然后啊，所以讲快乐跟痛苦拢是一种选择，而且代表你每一天所要面对咱家己的人生的态度。生活太多本身就是一种选择，所以说你总以为自己没有选择，但是不做任何选择，只是僵在原地，也是一种选择。而你大可选择不要这样的人生呢吼。所以有真侪足痛苦的人吼，伊唔知咧痛苦啥。有人讲啊，这个人敢那咪是无病的呻吟呢吼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自己有患了一点吼躁郁，还有忧郁，他自己不知道。每天吼都是用那种痛苦在面对自己的人生，而且呢走不出来，在那边绕圈圈呢吼。啊，恁讲一句，赶快一天天一天就减一天，天一天就减一天，看你安怎选择你的日子。人生是一串串的选择，然后所以人生有一连串的选择与决定所累积而成。每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选择，都在决定我们自己的未来。只要仔细回顾咱过去啦吼，你仔细个回顾咱的过去，你就发现咱过去总是呢息息相关，跟你的未来也是息息相关。因为过去了，但是你的过去跟你未来还是会息息相关的吼。所以，能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就从来不是一瞬间的事，而是不断日积月累的结果。所以我讲，啊，你成为一个好人，你的能量从哪里来？那是对过去你所行来选择，你今日愿意面向光明，面对正能量。啊，所以讲，
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？不是一瞬间的事，而是不断的日积月累的结果。所以吼，咱的母娘天咧，甲咱教灵啊囝，你想要修行吗？你就爱付出啦。好，你想要有收获，你就得先付出。咱的母娘，伊嘛安尼甲咱讲，伊唔是甲咱教讲足深的道理，因为生活中卖去计较比别人较济啦，一加负担薄啊，付出啦吼。伊就甲咱讲吼，生活中唔能去计较。哦、不要去计较比别人多一点的付出，因为你若定计较，讲我比别人较有付出啦，我比别人较安怎，这逐工做的代志，你比别人付出多少？哦、经过不断的累积，你就会开始变得什么样？积怨太久了，你就无法发泄。你发泄的话，你就会像什么？就像一个吼。哦很会计较，本来你较早做的功德真大，功劳嘛真大，你付出大家拢有看到，但是你用嘴套，还是用情绪在套的时阵吼，啊，在计较的时阵，你就把你以前所做的遐功劳呢毁一旦。咱人呢同款啦吼，你只要讲一句话唔对，吼，你的人脉也会受到损害，然后你的人格也会受到评损。因为别人也跟你讲，啊，那个人平常时也就点点啊做，认真做。一旦呢发飙的时候讲出来的话，哦，对会修功德呐，跟你较早过去累积的这爱，哦，你做个真欢喜的代志，到尾你产生了你感觉你委屈，你产生了计较心的时阵，你就会将你所有较早付出的这些，全部，连你的人脉全部。所以咱常讲。等自己需要帮忙的时候，你如果有付出了，就会有不少人愿意主动来帮助你。所以咱母娘安尼甲咱讲，想要收获就得先付出了吼。想要修行，就爱也先付出。生活中唔能去计较，你比别人做较济啦，你比别人付出较济。吼，所以讲吼，咱呢。为什么成为什么款的人，将来不是一瞬间的代志，是不断的日积月累的结果啊？讲了无唔对了吼。所以咱常咧讲吼，平常时你懂得不断维持自己的人脉，等到自己需要帮忙的时候，就会有人哦来帮助你。所以吼，咱讲点点啊做，点点啊付出，到尾啊。绝对你会看得到你的成果了吼。这个世界存在着足济不确定的，吼不确定的方向，不确定的东西。你付出的努力，并不见得一定会回报。但是如果你不付出，就一定什么都没有。想要有收获，就得先付出了吼。所以人讲，所有问题拢是咱家己造成的。当你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你是什么款人，你就会创造什么款的人生。问题拢是家己造成的时阵呢，你就会专注在解决问题上面。你不会抱怨天，你不会抱怨别人呢，不会怪罪环境，不会把问题推给别人解决。好，你会努力排除万难，至于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，那你就家己会智慧啦吼。所以咱讲读经必生智慧。或者是讲学做人要生智慧，还是讲你有拄到真好的神知识，咱嘛是要认清，咱所有家己碰到的问题，拢是咱家己造成的时阵，你要用什么款的方法，吼、哦，不会让事情更糟糕，吼、哦，才有可能改变了原本，吼、哦，你再提升你家己。所以讲吼，当你呢认清楚咱家己所拄到的问题，吼、哦，咱家己所造成的问题。你的人生呢，将会变了，搁较好，因为你看清楚啊，你认清楚啊，那么呢，你的人生将会变得更好，会越来越好，因为你很清楚，你明白，只要有自己先改变，才有可能改变原本你很不受人欢迎的糟糕的情况了哈。为什么我们做人做到这么糟糕？没有人想要来肯理你，没有人想亲近你。说人生的道路都是自己的选择了哈，所有我们所遇到的情况都是过去选择的结果。
啊，既然是拢是过去选择的结果，换句话说了吼，人生的道路都是自己的选择。那么呢，你的工作是你的选择，你的感情是你的选择，你的某是你的选择，你的翁婿是你的选择，你的朋友是你的选择。你要选择跟这个人做朋友，吼，你的人生好跟歹，拢是你选择的结果，你选择的结果。所以有些人听你讲吼，物以类聚了吼。过来就是咧讲哦，啊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啦吼。在咱这个社会，咱囡仔本来乖乖，为什么出社会放出去？吼，那只好咧放出男同款，吼啊，雄雄咧去结唔着群呢吼，啊，雄雄去用扭去啊。那伊呢，本来是乖乖的囡仔，为什么来去社会做歹囡仔？吼，方向，吼，方向永远比努力更重要。谨慎选择你的人生道路，谨慎选择你要相处的人，谨慎选择你的伴侣，谨慎选择你的未来。在某个时刻的你呢，人生的道路很简单，你选择什么，付出什么，就得到什么。所以吼，那么要给咱的啊同道师兄师姐加油了吼，你选择信母娘吗？好，咱就将母牛的经典道理给研究好贴。你选择到一个教理，你就要专心。好，咱呢尽量去改的，咱要学的，好改贴理。你才会当三行地灵，才会当三行正能量。跟你走在身边的人呐、啊，好都会以你怎么样为荣。所以讲，吼母牛的教法真简单呐、啊，吼。希望你仔囝，你做任何的选择，你都是爱把这个路呢敲在中央之道啦吼。咱即马已经是会当五教同在这个吼世间的教育世间人，吼咱讲五教吼现在已经是同源啦吼。不管是耶稣基督吼，或者是讲咱讲吼道教儒家，或者是讲佛教，拢同款。哦，咱希望的吼，是咱这所有教主所留落这经典，吼，以及因所行过的路，互咱做一个正能量的导引呐吼。那每想每天呐吼，伫咱这个山顶一点钟的开讲人生呐吼，嘛希望讲啊，咱的哦讲的这个千百千百道理啦吼，我来当互咱孙阿叔这呢有一种的感受甲赞同呐。那我们。现在呢，感恩呢吼，咱高雄小港吼啊，昨天呢吼，咱的张师兄啊，加咱的师姐吼啊，一同呢吼，等来慈天必圣宫来结这个善缘。那咱吼应安宫呢吼，都啊在咱这个小港区高雄小港区的机场附近呢吼，咱的张增荣张道长也人家称为吼啊，他是一个吼非常好的领导者。吼、哦，咱对咱的母娘啊，这个、教育规范呢，吼、哦，嘛是非常的踏实在推展呢，吼、哦。啊嘛感恩吼、哦，咱的应安宫的张师兄呢，吼、哦，啊，玄抗力，吼、哦，啊，甲咱慈天必圣宫的节目分享吼、哦，也同道分享吼、哦，也师兄师姐啦，吼、哦，甚至于吼、哦，啊，咱的师兄师姐呢，带咱中南部吼，伊、哦、会讲啊，你要找母娘，要回母娘，啊，你去慈天必圣宫较近啦，吼、哦。拢是同款美元啦，同款美元，拢是五秒自闭啦吼。那咱伫个高雄小港的应安宫啦吼，张师兄啊，咱的张道长，真的非常感恩呐、啊。咱的见面吼，感觉吼，哎、欸，真的是同道聊得很快乐，吼，很愉悦啦吼。嘛，希望讲有一天，咱来去高雄小港吼，我来当去应安宫呢吼，甲咱。王母娘娘吼，啊，咱所有道亲呢吼来结善缘呐吼，啊，真的非常感恩啊，咱啊，咱各地来，无论是台北啦吼，还是高雄啦吼，还是中部啦、彰化吼，咱拢即个道亲呐吼啊，开疆诶吼，咱即个道亲，大家呢拢是应化吼，咱的道祖稳定，母娘慈悲，好，咱有这个吼啊，因缘机会伫空中来结这个善缘呐呢。那咱的师兄也是拜王母娘娘为主神，然后啊，咱慈天必圣宫也是，然后虽然咱玉旨是咱的六方天上四庙所念，
吼，领班领天班地主啦吼，会当互咱拜道吉安，会当互咱交落苦，会当互咱呢吼做这个吼地主，啊，就是讲超多日月吼，在咱这个日月中间啦吼，咱大讲日时暗时。好、哦，咱的心佛拢是不停的为咱的众生呢，啊，伫咧操劳扶持啦吼。咱的感恩母娘，母娘感恩啦吼。母娘爱你，你嘛爱母娘啦吼。要地盼何时出来？听着温柔吧。是咱慈悲的母娘，人讲展开着双手，用伊个灵波来呼唤，咱只灵力红露坐归正道，坐归信仰，会当倒来到母娘的身躯边啊吼！啊，咱即马所收听即个，真的会让人感动啊吼，好感动啊嘞！那今日呢吼，啊，就是讲二月七日。三个没想讲啊吼，讲咱的孝阳大师兵东华木工大天尊，为什么咱个家做会讲孝阳大师兵东华木工天夫啊吼，东华木夫大天尊，那这呢吼，伫咱哦今日呢吼做这个圣修报答，啊咱。会去讲这个东王公甲西王母，吼、哦，勇气西地上，腰斩太素天，欲解天波石，
唤起吉祥恩，多受雨风雪，中传汉武人，久行明烈树，五路气开身，妙法合真理，飞鸾报大千，蟠桃庆海会，丹果宴群仙，大圣西华金庙大天尊。这是你讲做太上清吼清灵一金西华要伫金庙保赞，他都保赞啊吼保赞，所以讲予伊混沌未开，实践清灵之典，风鸣巨擘，素有高好之分。咱讲高好高好吼，高甲高这个分别，气之清者为天，天越乾夫。气之中路者生地，地越坤庙，所以咱讲乾夫坤庙，就是为咱这太上清灵一金西华要伫金庙宝藏内底，吼，伊就是咧讲，吼，咱讲天越乾夫，气之中路者生地嘛，吼，咱这个气轻者为天，所以讲天越乾夫，气之中路者为地。地越坤庙，因是两仪，以生四象，四象以立八极，立主目的。吼、哦，咱讲目的者，王公就是咱讲木王公啦。为雕何当呢？一名木夫，属金的者王庙，为定何西呢？一称金庙。道观五行之首，品中十华之身。王公通书虔执，王庙即将群工，祝福在于时光，以天地而合得体。木公将上清净，金木累是神奇。林丹多垂混之门，祖国必生民之修啦。好、哦，咱讲母娘，好、哦，会当林丹垂混。啊，伊会当做这个国家必有生民呐、啊，所以讲心灵目测多烦堪思，寻定雕立道门呐、啊，行亲拥戴环结斋坛虔诚深刻，这就是吼、哦，咱讲在某年的经典内底一段哦，今日是咱的木工哦，咱讲木的者王工呐吼，微调。好，咱这个当兵一名木夫，吼、哦，苏金德者王庙为定，吼、哦，伫西边啊。所以讲，人讲东方加东方加一木，吼、哦，西方加神金，就称为金木。啊，所以咱咧讲王木甲金木是同一尊呢。吼、哦，只是吼，咱讲咱母娘为定在西边啊。啊，所以咱就讲叫做西王母，西王母。吼、哦、啊，咱呢吼，世间的神圣非常的多啦吼、哦。咱讲智富贤祖大天尊，吼、哦，智心调理玉清元素大天尊，智心调理上清灵宝大天尊，智心调理太清道的大天尊，智心调理和天玉皇大天尊，智心调理后土江劫大天尊，智心调理日月两妖大天尊，智心调理吼，咱讲。普天道圣大天尊，祭天吼、哦，咱讲高顶天皇大天尊是正话，咩像你讲二月初一啦吼、哦，高顶天皇大天尊，吼、哦、祭心归命，吼、哦、祭心来调理紫微星主大天尊，中央五道大天尊，五方五路大天尊，十极十华大天尊，南极顶星大天尊，东极诸佛大天尊。北极真武大天尊，西极教化大天尊，金明雷祖大天尊，三元三品、哦、大天尊，好奇咱咧讲到这个火，咱伫个吼，这个姜池啦，袂当读作火啊，吼、哦，伫姜池咱袂使读作火，啊，读作火。好观寄修大天尊，冥王自救大天尊，人缘救苦大天尊。
啊，就是咧讲着吼，咱的慈悲啦吼，救苦天尊，所以咱就讲主动圆皇大天尊、中母灵佑大天尊、顺阳妙德大天尊、灵华太岁大天尊，就讲着咱这个驾智来的神君啦、啊，灵华太岁、青霞仙诺、合作元君，就是咧讲着吼，青霞各派顺作元君，这个讲着吼啊，咱这个护身姑啦吼。啊，这个青霞各派顺作元君，就是咧讲着啥？讲着咱七经内底吼，啊，七经内底啊，咱的，咱讲王重阳修的徒弟，然后王重阳修的徒弟，王重阳祖师所修的徒弟，好啊，所以呢，咱讲天生玉女辟邪，咱定讲咱有咧拜辟邪神尊，吼。拜这个天仙玉女辟邪仙尊、海洋护感天后仙尊、桃源洞主麻姑仙尊啦吼，啊，咱那些当咧请布袋戏也好啦，或者是讲咧做大戏也好，啊，拢有这个麻姑仙寿、麻姑仙寿、天孙分签这类仙尊，就是咧讲到咱讲啊，咱的这类仙女啦吼，要得使用，诸位仙官，奉来海岛的。道神尊，玉窟游载红教真君，玉神消载红泽真君，游逸翻宣化流润真君啦吼，色中真香普通供养，都、就是咱咧请神啦吼，请神呢对这个无极天啦吼，啊，直直请，直直请，直直请，请来到吼、哦，咱会当普助咱的母娘。好、哦，普助东王宫，然后来奖励阴阳，好、哦、奖励阴阳，所以咱就需要啥？需要咱的少阳大师兄东华木夫大天尊，然、哦、后、啊，所以今天就是咱东华木夫大天尊，咱就将这个吼、哦、啊，跟靠上一个安尼，和咱去了解一个吼、哦，这东华为什么吼、哦、会来配这个西王母？好、哦，咱讲这个九玄之化气，显灵的一世对啦。所以咱在讲，吼、哦，不管是伫昆仑宿海，吼、哦，灌溉昆仑，还是支付风炉，多用万类啦，是为水火济，人讲水火，吼、哦，拢总上济啦，水火济济，乃逆开辟风门，啊，就是咧讲着吼，咱的心性伊有一定的背景，然、哦、后有一定的背景，啊，所以咱不管讲吼，咱是看多一段，诶，这个经文呐、啊。那咱拢还是感恩啦吼，啊感恩咱的上天，吼、哦、咱咧讲吼，到底有几层天、几层天啦、啊、几层地、几层地，吼、哦、咱的今仔日伫这个太庙天之父化起西华金庙元君，吼、哦、这呢，吼、哦、咱咧讲到咱金台阿母吼领导上元夫人，金台米教苏行南极夫人。好、哦，这就是拢修行正果的吼、哦，所以叫做金台分殿普教智慧夫人，金台分殿协化玉珠夫人，金台分殿祖贤翠华夫人，金台分殿战神游英夫人，天孙分金太尧之女神君，尧帝属于当相行神君呐吼，啊，尧帝属于飞禽科禄神君。吼、哦，咱在咧讲到这里、個，吼、哦，咱讲女将，吼、哦，修行正果，吼、哦，有的是称为上元夫人、南极夫人、紫薇夫人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咧讲到，吼、哦，咱咧女，吼、哦，成仙，吼、哦，有称呼做仙姬，有称呼做元君啦，吼、哦，冇称呼，吼、哦，咱这个女神尊都有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讲金台江苏翠，啊，咱讲江翠仙诺，金阁江苏江陵仙诺。啊，咱分隔领班分合升高，这就是咧拢代替咱的母娘啦。吼、哦，伫这个吼妖敌事故左右诸位神机，就是咧讲，伫咱母娘若出巡的时阵吼，都真济吼。啊，咱的玉女伫边啊，这拢是咱母娘的吼、哦、较济。吼、哦，咱讲道行较道灵较悬的叫神咯。吼、哦，道灵较悬的叫神咯，领班的叫做神高啦吼。哦那么神机吼，也是讲咱第一波年的胸口边然后的玉露，啊，都是有它的称谓，然后有它的称谓啊呢。
天美香呢吼，用这对吼，咱伫咱这个灵曲内底啦吼，都有这对母娘想囝这对圣歌，来咱即嘛天美香吼，足侪年足侪年的时阵呢吼，已经甲灌落过来呢，咱甲听看麦。朦胧，春风凉又冻，孤单走找，娘子快归乡。啊，情意重，无言离乡，煞来半世冬。渐渐红，月影照西，脸薄沉沉。妙幻，无意挥汗，随风来飘送。
出现必胜宫的宫子是的婚姻观大悲乡三吉川中陂十六至五十二号，欢迎咱的道亲光临慈天毕生宫来结缘，然后啊，明下晡啦吼，咱的吴师兄呢吼，带领吼啊三台游览车要来回乡啦吼。啊，吴师兄呢，当年哟，本来一台，过来两台，即嘛三台啦吼。但每年呢吼，啊，拢拄啊好伫这个二三月的时阵啦吼，啊对。交代一挂孙阿叔做道亲啦吼，啊，人讲回缘回乡啦吼，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大家五谷好丰收啦吼。不管咧做生意的，还是咧种田的啦吼，当五谷丰收啊，祈求呢吼，咱的母娘天上圣庙啦吼，啊，咱六方天上圣庙以及殿中文武众神啊来普照。啊，尤其是吼，咱的获得精神的真灵感，然后慈天必生功，还有咱的金蟾蜍、五罗金禅师、招财金禅师功吼，会使讲是分灵分咱的禅师功呢吼，在咱的家庭内底，我结缘呢结非常的济，然后那就非常感恩。啊，咱需要服务唔免客气，慈天必生功的服务电话5916。控诉我外观区的道亲，咱加控我感恩啊！咱春季，咱也讲吼，今年三届大发挥，春季祭奠徛旗祭祖，然后叫春季花卉。为啥咱甲讲春节叫做徛旗祭祖？因为咱的吼陪梦啦吼啊，咱去甲看塔位的所在呢，人满为患。这就表示啥？表示咱中国人的传统，心中对愿。只要咱祖先的肋骨头伫遐，吼、哦，咱今日是说一定要拨时间啊！你搁提早嘛无要紧，吼、哦，伫清明扫墓的进程，你提早嘛无要紧，拢会当吼啊去啊还安尼吼啊，咱去甲看看咧。过来就是尽一项孝道，吼、哦，尽一份孝道啦吼、哦。咱要甲咱的祖先。哦，做这个超前超多，尽一份心啊！所以讲，咱不管讲咱的救援去做，咱定咧讲无一点的悔。所以咱咧讲的，一点黑灭，啊，迄个黑灭一团乱，这个一滴灰黑灭，就成为咱的 DNA， 永远咱的黑灭，伊就是安怎流传到咱即马下一代，不管你是二十几岁哦，啊，偌济岁，咱只救援去做，你同款啦吼。七祖九贤，你都一定爱尊敬，啊嘛爱感恩啦吼。因为那对这个无甲有吼、哦，啊有的人为这个登山过台湾，吼、哦，咱讲搬离开着故乡，来到这个离乡背井的所在来打拼一个基业，吼、哦，留予咱的祖孙，留予咱这子子孙孙呢，有一个所在通我徛起啦吼、哦。这就是咱的公妈，会使讲咱过去的这阿祖、老祖来太祖，吼、哦。啊，大家拢真辛苦啦吼，所以咱做一个心中对愿，食果子拜树头，吼、哦，所以咱讲做祖源的回向，来对面呢，咱有这个吼，啊，咱讲倒房，还是讲无缘的吼，咱讲囡仔生出来，啊，都已经吼，咱讲饲无活，吼、哦，这种的嘛是顶有见天，你知影查甫还是查某，叫做无缘的子女，吼、哦，查甫就是子。好，查某囡仔就是女，叫无缘子女。即呢，这条灵呢，伊吼，还阁是这么细汉的灵性，伊绝对是依我的老母的身躯边啦吼。咱定咱若是委屈的时阵，咱就会当要找老母讲。那么这条灵伊嘛同款依我的老母的身躯边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咱的灵，咱要安怎甲度往，和咱的母娘吼来疼惜，吼爱归元归故，或者是讲，和伊搁再。哦，刀生神处，搁较好人家来去引母投胎，你一定爱甲做一个啥，做一个功德花卉给他回向吼、哦。所以咱讲，不管是咱咧做祖源报恩也好，还是讲咱咧无缘子女，吼、哦，或者是讲有这个意外伤亡、工作、公安事件所发生的，这种会使甲做超度，好呢，当然啦，离苦得乐啦。因咱的灵呢，知影艰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肉体下步进前，那拄着病苦病痛，那当然啦，咱这条灵要哪超越，都爱经过，吼、哦，咱讲心性的说法，吼、
会当呢佛道会当有机缘机会来听经文法，啊，咱有做这个吼水火莲多，吼啊，咱有王宝忏啊，这拢是吼咱母娘呢吼，甲安排落来可以啦。甲咱这莲花化身啦吼，啊，就咱人肉体下部有个人吼，啊，伊拄着脚手啦、头啦，无拄好诶，吼，这种个拢唔那是干那苦，灵魂苦，伊个肉体嘛受足大个损害，所以咱就做这个莲花化身啦吼。你经过水火莲多，吼，啊，咱个药王药师，吼，啊，咱天医院，吼，咱请呢，请只天医吼来医灵医病。啊，当时咱第三母娘甲咱做这个莲花化身呐吼，所以伫遮呢吼，啊蛮感恩呐吼，咱真济啊，咱慈天悲圣公的道亲来慎重追远也好了吼，啊咱来做这可怜，会当还离苦得乐。过来上尾工呢吼，啊咱西方大甘露，咱有咧做占卜吼，啊咱若要占卜嘛真欢迎吼，来甲母娘占卜，和咱呢这无主无意外吼，这孤魂。哦，顶上一当呢有所在通还听经文法，哦，这就叫做做这个哦布施啦吼。啊，咱无做超度会使，咱嘛是会当去甲做这个因缘的布施啦吼，因缘的布施为国捐躯三尊众师啦吼，因国哦因这个国家受难，也是因为咱的地缘的关系，哦拄到地动啦吼，也是讲风灾啦，吼水劫吼啊淹没的。哦，像咱讲土石流，然后咱意外伤亡呢，哦，咱呢，拢有做到这个释放，吼、哦，西方大甘露，过来就是做替管施食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要做完成这组，吼、哦，了完因果业力的病，咱要甲做了愿忏悔，啊，是要甲地基主，吼、哦，来甲做超荐，吼、哦，咱地基主来做主人，吼、哦，都是很好的选择，然后，来咱春季花卉，吼、哦，咱若要登记。我讲用电话登记嘛，可以方便啦吼。啊，你要用传真机也可以。慈天必胜宫的网站，你甲 Google 慈天必胜宫的网站，吼啊，网站你甲看，内底咱都有迄个报名表啦吼，很方便啦吼。那以上这是咱即届即个农历的三月七八七到七十春季徛期制作啊，咱的功德法会吼，望大家吼一旦做会吼。啊，来，吼，咱母娘吼，啊，这个功德法会盛大庄严呐，吼，啊，咱万灵齐归净土。来，咱讲深信，吼，咱讲深信不疑呀，吼，啊，咱定咧讲，咱要一旦咧入籍。好，伫咱这个宗教内底，咱爱深信，吼、哦。今日咱的深信含生同一真性，因为咱讲客尘妄想所缚，不能显了，吼、哦。咱嘛无多下妄归真，凝住闭关呐，吼、哦。咱讲女住闭关，就是咧讲到啥，吼、哦。较早啊，咱咧大家拢知影吼，达摩祖师啦，吼，达摩祖师一义无啦。专凭用心下功夫啦吼，这个吼、哦，咱的较早咱拢知影吼，啊，咱的这个祖师大德，伊甲你讲吼，今日伊无咧伫这个文字啦吼，来对面去做文章啦吼，伊是用心，所以咱讲达摩大师二入四行观啦吼，这个达摩大师呢吼，二入四行观，就讲夫入多多多啦。要而言之，不出两种，一就是立入，二就是行入。好、哦，这名好、哦，咱讲圣贤高真啦，吼、哦，凡圣定一，坚持不移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哦，伊嘛咧甲咱讲，就是咧讲，今日吼，处即依理明福，无有分别，即然无为啦，明好、哦、明之立入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讲素行。哦，咱诸行摄入初中，何定数？好、哦，就是咧讲报愿行、随缘行、无所求行，啊，甲法行。好、哦，这就咧讲到伊个四行观啦吼。二入四行观，二入诶，第一入就是理入，第二入就是行入，一定爱有行嘛，有理你就是爱
爱去行道，吼、哦，爱去行。所以讲吼、哦，二入四行观，就是讲二入，过来就是爱行入，吼、哦。啊，那伫这个报完行，过来就随缘行，无所求行，甲咱这个法行，运河叫做报完行。所以为修道人呢，若受苦的时阵，当住念言呐，吼、哦，我往昔无所及中，弃本将末，流浪自由。多去完整，吼、哦，咱讲，咱今日去，咱定咧讲吼，啊，累世吊带，咱要，咱今日去危害，吼、哦，危害到这所有的这生灵呐，吼、哦，啊是危害国家，危害社会，这拢是一种的叫做啥，报完行，其中的一种，所以咱讲体完尽道啦，果然叫做报完行，咱后我都讲啊，咱今日去完结。非天非人所能见，吼、哦，以这个甘心甘受，每一个人拢总有冤数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拢有迄、那个，吼、哦，你去予人欺负，啊，是讲你过去先欺负人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讲风苦不由何以故，色达故，就是咧讲初心生时以理相应，体完尽道，果说言报完行，虽然行就是讲众生无我，并缘业所转。苦乐皆受，该将缘生苦得性报，因故定数是我过去宿因所感。今方得知缘真幻无，何喜之有？哦，这就是咧讲到这个随缘行，无所求行呢。咱就讲得是将缘呐，心无增减，喜方不动，明顺依道嘛，是故说缘随缘行。无所求是世人中迷，处处贪着。名字归为求嘛，地界五尘，利将随欢心，所以咱讲利将吼俗欢，安心无为，行随运转，万有虚空，无所愿乐，功德黑暗相吼相相随着三界究极，犹如飞体，忧心解苦，随得安乐，所以讲了达处处，故舍诸有。志向无求，今月吼有求皆苦，无求即乐，判知无求真为道行，果然无所求行。所以就是咧讲到这啦吼。所以咱讲吼，这个法行正性之理，莫为吼之法，处理众生虚空，无染无着，无处无蔽。吼，就咧讲到这个法无众生相，就是咧讲离众生各个。法无有我，理我各个，地者若能性界处理，应当千法而行。法体无根啊，心命在行。哦、所以咱讲心无，吼、哦，这个令受解脱三空，不依不着，但为气过，千法众生而不出相。这就是咧讲到这啥，福灵利他。啊，所以咱讲吼，咱今日要庄严菩提之道啦，吼、哦，要会当呢吼，啊，咱伫这个梦想修行六道，吼、哦，修行六度而无所行，为是清法行，哦，你若称法啊，你就能够这样做，啊，所以呢吼，达摩祖师咧讲讲两入四行观啦吼，二入行入，啊，所以咧讲到这个四行，哦，安尼讲了呢真清楚。啊，咱伫咧清楚当中呢吼，那咱就比较咧修行靠一个指标啦吼，靠一个指标安尼。来，人讲修三月行道，修行交灵，同意唔输别抓。所以讲吼，咱咧讲到吼，啊，母牛呢，伊有这个吼真济福灵啦吼，西经可灵化境福虚来对面，这个福灵拢真清楚。哦，啊，咱呢要安怎来教这众生去了解的素食啦？吼、哦，要用这个福灵，要安怎去安灵？吼、哦，定体，吼、哦，或者是讲啊，咱要做任何，吼、哦，而这个吼、哦，啊，对着这个吼灵性，吼、哦哦，咱今日等你讲，母牛有教咱什么无？有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只是讲啊，咱要回来学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咱是不是有去学到？吼、哦，咱母牛给咱吼、哦、所教的。好、哦，咱讲日月花都三合七成，西金混辟，地莲化形。好、哦，咱讲
火遍九道，七气飞蒸，地君开真，万物化成，玄虚依法，气入幽冥，道合元气，成造玉鼎，以天同福，以地同灵，中存吉杂，亦亦不侵。这就是讲到咱的母娘啦吼。那恁今日节目就讲到这。吼、哦，咱有需要服务，还是讲要吼、哦、参加这个春季花卉，还是要寄送昨天必胜宫所甘蔗香片、香烟款、素茶贡末、小盘香、普林灯，或者是吼金盖的红椒牙膏，我们都非常欢迎啦吼。在这呢，祝福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